好，我们今天来点装备，点身上的，不啰嗦。有人叫我点这个啊，但我不会那么发疯啊。无刻印的把它点成刻印的，我是不是傻了？当然是点这个啦，点刻印的就对了。哎，今天骨皮要跟他说拜拜了。我跟我好久的骨皮，从我黑曜玩到现在，就跟到现在。哎，点装大师即将登场，然后拉一张住房，对不对？我们做大事只需要一个。我、靠，要没赚了，好就没赚，不管，今天不要留赚。直播再走，钻石不留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身上就没钻。来吧，我们的圣地牙哥圣地，先让我喘口气，心脏有点跳得快。我没想过要点身上，我其实我没有点过身上的装备啊，我没有点过自己的装备，他会心痛。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，我现在真的紧张，因为紧张的是我怕等一下你们看到另外一个东西，换你们很紧张，万一我过怎么办？你们先想一想，万一我跳二变加七骨皮怎么办？加七就退定，我又不是穿地龙甲。好，我让你们看个更绝望的东西。先说好，先我们要用爱与包容来接受这一刻，可以吗？能答应我？看图说故事，我不想讲，我们不要多说什么。不管了，我们今天点装，今天要点装，不要理那些不重要的东西，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就不要理它了。好，我们来点装备。我今天其实很忙啊，我很赶，我点完我的装备还要开别人账号，所以我今天我不可能跟你们打敌赛了。我们赶快把主角做完，配角就改天说了吧。我们现在电击率，哇，这个怎么抓几率啊？11爆，完了，没得抓。12爆，今天不好点欸，今天没有概率可言。今天是不是很多人在点啊？怎么抓不到哦？没有节奏，一个爆就点了。走！哇！我靠！点装大师，我就问你们，我就问你们，我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什么叫做点装。我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是谁。哦，这个几率抓到我自己都吓到啊！我刚刚是觉得要么再爆一件，要么直接点。可是我决定直接点了。我不用赎回了，我不玩赎回了。不要叫我点纸库，我没有那么发疯。好像失恋之后运气特别好，失恋之后我感觉都不一样。来，我来拍个照给群组的非洲人看一下。啊，干，我防变好高哦。防突然变好高，我好不习惯。我现在是没有血盟状态，干，没有血盟的这个防御，干你老师啊！我靠，我怎么装备瞬间变课长装啊？好奇怪，好奇怪、哦！穿上去，那就变成一指、二指、三指、四指装。好，17777，直播再走，加七要有。我明天不用点的啦，不用点的，不用点的，我赎回收藏品就好了。那个我不点了，我原本只想这个爆了就做一个做一趴效果，结果他居然给我过了。其实我原本是想说爆了刻印的我可以赎回不心痛，可是如果他过了我就不用再加码点了。我现在帮观众点，有没有观众要让我点的？我们来点这个装备，他今天要我点的是点这个神圣精灵盾牌，希望能够过一就好了。好，来，今天目标帮他点加八。加八神圣金盾，现在试水温啊，看能不能再创点装大师的奇迹。我现在已经不是点装童书了吧？感觉可以点的第八件。真的哎，刚那件第八件要点，来再试一次。真的哎，今天的规律好像是八爆连二哦。好，这件会过。各位观众，点装大师台，如果他过的话，那我今天的 KPI 就完全达到了3、2、1，11:05 ，Go， 闪起来！各位观众，真的不是我在讲，今天几率好像让我抓到了，好像让我抓到几率了，留起来！点装备，我跟你们认真讲，点装备大概是60%运气，40%统计，
你们只要记得，其实点装跟抽卡游戏的概率就是一种几率，一种统计学。所以我觉得点装这个东西抓到一定的规律，剩下六成那就是运气，运气六成运气，四成技术。加九不用点了，他加八就够了。加八神圣金盾多少人没有？还讲点加九？好啦，我先跟观众讲一下，哎，我帮你点过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所爱我。观众问你要点加九吗？让他决定。这观众现在我跟他赖线上中，要吹下去。好，这观众有 gas， 吹下去。来，我们点。他叫我点的，我再证明给你们看。加九金盾如果过的话，这个就不是我在讲。你知道我不敢点这种，通常装备你过一就很难了。就是这个，来跟我刷一波九，九起来。加九神圣精灵盾牌就在今晚闪起来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我来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时候这个情况下我要怎么下台呢？这个情况我们只要果断的说三个字，等 TJ。 当这么尴尬的场面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只要说等 TJ。 好，我们结束。你要我点什么？点这个是不是？看你为什么？哎，你这无割印的，你要干嘛点啊？神经病啊！你割印的点赞好啊，你干嘛点无割印的？刚刚这个人点出这个加九水手啊，稀有装备，十二防，三十血，四抗水。你确定？那无割印的点的，我是觉得没有什么 GP 值啊。你有住房吗？你有住房吗？你要留一些房卷给我啊，你没有房卷。干！欸，现在是流行身上不留防卷给别人点装了，是不是啊？以后请别人点装可以留点防卷吗？我还要拉防卷，你这样子点装的节奏就不对了。来，我来看一下，我觉得加我干嘛？这有人在点呢、欸，有人在点呢、欸。刚刚16钻，现在变20钻了，是不是有人在跟着点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好啦，认真认真，对，这样子应该可以了。三。二一，连过二。世界沉默了我。我们用一个礼貌又不失尴尬的字来结束这个。月光，等 TJ， 等 TJ。还有观众。啊，这个观众要我点这个更狂，还要我点加九二单呢。哦，还好，刻印无祝福可以，这可以点，这可以点。哇，古巨戒！哇操！现在的玩家都那么狂，你的背包也太多鬼东西了吧？那加七真细剑还无刻印，我看一下你这鬼东西一堆，你是哎、欸、这大课长哎、欸，这个课长，他这个仓库。是一般玩家小玩家该有的，他现在让我二选一啊，要么点二单，要么点底库。其实我是想要点底库啦，因为点底库的几率比较高。可是底库是无刻印的，我觉得点这个又不太好。我思考一下，我思考一下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应该是要点底库，可是我不想要把它变成刻印的。其实点二单会比较好，因为二单爆掉不心痛啊。第一个没祝福，第二个是刻印的，所以这个 CP 值比较高一点点。点这个的话，不太适合。不太适合。好了，我帮你决定了，点二单，点二单，对，点二单，二单过了点底库，好，二单过了就点底库。万一他真的过了怎么办？如果他真的过了的话，那我应该是会被月光整天补刀，补到天荒地老。可是他应该是要过了，我希望他过，我希望他过。来吧，准备了，这一波把他上加九，来吧。你不是祭品啊，这个爆就点，这个爆就点，点，三，二，一，点装一世英名，成败就此不限。潇洒，斯文绅士又不伤和气的一句话。等 TJ，
我们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就留下三个字：等 TJ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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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 TJ。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我点个订阅，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